这种典型的扁平足啊，在佛教中属于难得的佛像。也就是说，达摩缺的门牙还可以遮住，但是胸毛茂密的藏都藏不住了。啊，这里不是骂人的意思啊。所以啊，别再鼓吹逆风翻盘了，连达摩都是靠顺风翻盘的。这幅画是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卢叶达摩图，顾名思义啊，画的是芦苇和达摩。那么达摩呢，据称是禅宗第28祖，同时也是中国的禅宗初祖。芦苇和达摩两者合在一起，画的就是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。一苇渡江啊，其实原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渡江故事，但是呢，后来被不断的打补丁。啊，最后的最后发展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，具体之后再细讲。先来看画，画中的达摩面向画面的右侧，浓眉大眼，看着斜上方，啊，也有可能是看向远方。他的鼻梁非常高，嘴巴微微张开，长着络腮胡，耳垂很大，还戴着圆环形的耳饰，脖子处呢有两道颈纹。那么这种长相呢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属于浓颜系。而在古人看来呢，这属于典型的外国人长相。那么在信佛的古人来看呢，这属于有佛像的外国人长相。另外呢，达摩的脚也特别的佛系，脚背高高隆起，脚跟圆满广平，足弓平直柔软，这种典型的扁平足啊，在佛教中属于难得的佛像。那么相信很多人对达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印象，就是达摩是个印度人。其实关于达摩的国籍呢，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波斯人，依据的是现存最早提到达摩的文献《洛阳伽蓝记》，这也是与达摩同时代的中国古代佛教史籍。另一说是南天竺人，这据说是达摩的弟子昙灵的说法，目前广泛认可的是后者，达摩是南天竺人，也就是印度南部的人，还说他是国王的三儿子，也就是三阿哥。那么这位三阿哥的长相如何呢？据元代的《古林清茂禅师语录》卷五的记载，达摩是闭眼穿双耳，胆有盖毛，唇无板齿。也就是说，达摩的长相是淡青色的眼睛，双耳戴耳环，胸毛浓密，没有门牙。另外还有描述的更夸张的，说达摩一眼当门齿，难藏盖胆毛。也就是说，达摩缺的门牙还可以遮住，但是胸毛茂密的藏都藏不住了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幅画中的达摩，这位达摩呢，将双手拱于胸前，所以很遗憾，我们没有这个荣幸看到他的胸毛，看来还是有办法把达摩的胸毛藏起来的。那么再放大看达摩的牙齿，可以看到这位达摩啊，的确缺了一颗门牙。这个细节描写啊，非常难得，在很多达摩图中都没有表现出来。可见这幅画的画家应该是一位懂点佛教的人。那么关于这幅画的画家，画面的左下角有一个线索，那么画面的左下角有款署祭堂李尧夫，还有一枚钱印祭堂李尧夫呢，被认为是元代的不知名画家，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关于画家李尧夫的任何记载。而这幅画的画面上方有元代高僧一山一宁题写的赞文，所以画家李尧夫至少是元代的人。一山一宁，他是浙江台州临海人，从小出家，最后呢在普陀山的观音寺当起了住持。在元代的大德三年1299年，也就是在他50多岁的时候，当上住持没多久，那么一山一宁就被指派出使日本。非常不幸的是，他被扣留在了日本伊豆的修禅寺，但又非常幸运的是，他最后成了日本最高规格的禅寺京都南禅寺的住持，相当厉害。那么我们来看看一山一宁的赞文，于和月汉来，对玉道不识，是父既抽身，脚下伏逼逼，这里不是骂人的意思啊，意思是翻越河汉而来，对着皇帝说不认识，事情失败就离开了，双脚踏在水面上。这首诗呢提到了关于达摩的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达摩东渡到中国，然后与当时的皇帝梁武帝进行了对谈。那么关于达摩东渡的故事，刚开始有好几个版本，在五代以后，基本就固定下来了，大概发生在南朝梁时期，大通元年527年。大通元年的9月21日，经过了3年的航海，达摩搭乘南天竺意见王指派的船，终于到达了广东一带。
然而他并没有在广东多做停留，用了10日北上。那么10月1日，达摩就到了南朝梁的首都建康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。然后达摩去拜见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，据说梁武帝还亲驾车辇将达摩迎入了大殿，然后他们面对面坐下进行了对谈。那么至于对谈的内容呢，也曾经流传着好几个版本，而一山一宁诗句中提到的达摩回答不实的这个版本呢，最早被记录在五代的祖堂集之中。梁武帝问圣地第一地是什么，也就是神圣的真谛是什么，达摩答世间空寂，没有圣地。梁武帝又问那坐在我对面的是谁，梁武帝的意思是没有圣地，也就是没有说圣地的圣人，那么你是谁呀？你不是圣人吗？那么然后达摩就回答不认识啊。其实达摩的这个回答非常富有禅机啊，个人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啊，你问我坐在你对面的我是谁，也就是你不认识我，那么不认识就是你心中的答案了，而如果你能认识到你心中的答案，那就能见性成佛了，不必来问我了，很可惜你还不认识，所以我就对你说一句不认识。那么古往今来有很多种解释，毕竟达摩他老人家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，或者是他到底什么意思，他自己都没有解释过，所以这里大家就自行领悟吧。那么梁武帝呢，当下是没有领会到任何意思，肯定还觉得被冒犯了，我问你你是谁，你居然跟我说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爱抬杠的老和尚。那么因为与梁武帝话不投机，达摩就一苇渡江北上了，这也就是一山一宁的诗中提到的第二件事。这幅画所画的呢，就是达摩一苇渡江的情景。我们具体来看看画中的达摩是如何渡江的。他身披长袍，然后这件长袍呢像连衣帽一样罩在头上，而长袍的下摆呢向画面右侧翘起。从这个细节啊，我们就可以推知啊，有一股风从达摩的身后吹来。那么达摩是在逆风渡江呢，还是在顺风渡江呢？我们来看到达摩的双脚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重心放在前面的左脚上，身子呢朝向画面的右侧，看上去应该是在向画面右侧前进，也就是说啊，画中的达摩是顺风前进的状态。这也是找对了风向啊，达摩后来才能变成传说。所以啊，别再鼓吹逆风翻盘了，连达摩都是靠顺风翻盘的。那么达摩具体是如何前进的呢？我们来看到达摩脚踏芦苇的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啊是这幅画中画的最好的地方了，简直绝了。画家呢画了一只芦苇，简单明了就是告诉你我画的是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。那么在这只芦苇的周围隐约可见水波的痕迹啊，再细看芦苇的根部往上翘墨色较浓，而根部以外的地方墨色较淡，这部分还有这个芦苇叶子在水中折射的描写。那么浓淡的这两种墨色的区别使用呢，画出了这只芦苇一部分翘在水面上，一部分在水中的状态，是不是绝了？还有一处也很绝啊，我们来看到达摩的脚踝附近，那么在接近水面的这个裙边，它的墨色比较浓，而达摩衣服的其他部分的墨色啊，整体都非常淡。这应该是在表现这个裙边被水打湿的状态，真的是绝了。那么虽然画中的芦苇被画得非常纤细，但丝毫没有要被压断的迹象，可见达摩是有点神力在身上的，不是普通人。那么如何成为像达摩这样拥有神力的人呢？很简单，只要让你的故事代代流传下去就可以了。这是因为在流传的过程中就会不断有人往你的故事里面添砖加瓦。先强调一下，文字记录的事情可能发生在被记录之前，也可能发生在被记录之后。这句话大家可以自行理解一下。那么以下的观点呢，主要以文字记录出现的时间点为基准，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印象。那么首先在唐代，也就是达摩西归约300年后，开始相传大通元年10月19日，也就是在见到梁武帝19天之后，达摩被贬过江北，也就是被梁武帝发配边疆了。但是贬过江北的这个说法呢，没有被后来的达摩传说的编撰者们所采纳，可能是一个涉及宗教领袖，一个又涉及政治人物后来的人觉得这个遣词用句应该多一点智慧。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贬过江北的说法之后，
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说法，说达摩是独自凄凄暗渡江啊，也就是独自凄凉的偷偷渡过了江。这个说法较为智慧的地方在于啊，他把这句关键的话归为了达摩的师父般若多罗的预言，也就是达摩的师父早早就预言了这件事情。估计这个说法一出啊，就不会有人去在乎达摩是不是被贬的了，因为啊，一切尽在预料之中啊，还为达摩啊及其师父增添了一层传奇的色彩，一举两得啊。那么原本达摩渡江的故事编撰到这里就应该差不多了。但是呢啊，人们开始对更多的细节问题感到好奇，比如啊，达摩到底是怎么偷偷过江的？那么到了北宋，达摩渡江的故事呢就变得更有画面感了。独自凄凄暗渡江这句话呢被注释成了一个小故事啊，故事很简单，就是这样的。达摩不想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于是在那天晚上航尾西迈，暗自渡过了江。这里的航尾西迈啊，有可能是乘一艘小船渡江的意思，也有可能是渡江的时候穿过了一片芦苇丛的意思，还有可能是用芦苇来形容达摩渡江的艰难啊，这就是文字的魅力之处啊。而最后流传下来的是达摩站在芦苇上渡过了江。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历史选了最最最字面的意思，是我想多了。那么这个说法呢，发展到后来将芦苇的数量限定为一只。那么至此，一个普通的渡江故事终于在宋代发展成了一苇渡江的传说。那么达摩渡江之后发生了些什么，那些故事又是如何变成传说的啊，关注我，下期告诉你。